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二面，十五。名生世界及藏性。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那么它对我们的一个身心世界最大的作用啊，简单的讲就是破障，破除我们身心世界的障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本经的序分啊，乃至于正中分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序分的时候，是阿难尊者遇到摩登伽里的灾难而请佛开示圆顿直观的法门，到了正中分的二十五圆通乃至于整个五蕴魔境，佛陀都是着眼在破障的法门。那么本经的破障其实是有三个障碍是要破除的啊，第一个是烦恼障，第二个是业障，第三个是鬼神障。这个烦恼障跟业障啊，是属于我们内心的障碍，鬼神障是属于外在的障碍啊。这个外障是比较容易破的啊，本经它是用持楞严咒啊，以这个诵持神咒来破除鬼神障啊。那么其实它的重点还是在破除内障啊，因为本经的内涵的意思是说内魔不起外魔不生啊，所以内心的烦恼是根本啊。这个破障的意义呢，也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开一部车子要到高山去，虽然我们这个车子的力量很大，我们的方向也很正确，但是这个道路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石头，你就开不过去了，你最后只好无功而返了。那么我们在整个大乘的菩提道当中呢，虽然我们内心有很强烈的菩提心，也走上一个正确的法门，但是当我们身心产生障碍，如果我们不持破障法门，可能就是前功尽弃，乃至于堕入天魔外道，最后就失掉了菩萨种性。所以这个破障法门是极度的重要。那么从本经的学习啊，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心中产生强大的烦恼或者重大的业障现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我问你，你怎么办？你说你念佛，你说你持咒，其实这个都是表面的对治。从本经的学习我们知道，当你认为身心状况不对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正念真如。你透过即空即假即中的观照，赶快把心带回家。也就是说呢，当我们障碍现前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在障碍过程当中产生迷惑颠倒，产生的坚固的执着，然后产生的身心的乱动，那就完了。所以本经的意思就是说，你障碍现前的时候，你记住不要乱动。那你不能，为什么不要乱动呢？你就是不能取着。那么怎么能够不取着呢？你就是要有智慧的观照，它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所以当我们业障现前的时候，烦恼现前的时候，你安住在不迷不起不动，你可以把所有的障碍啊降到最低，降到那个暴风雨啊能够把它降到最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烦恼障业障啊
它是生灭法。生灭法烦恼障跟业障有一个最大的天敌，就是时间，它熬不过你的时间，你只要不动它很快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修行最大的机会就是乱动啊，盲目的乱动啊。那为什么盲目乱动呢？因为你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学习本经啊，加强自己的观照啊，使令我们达到不迷不取不动啊。这养兵千日，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得到，你可能临终的时候那一个烦恼现前，也因为你楞严经的不迷不取不动而把你保护住了啊。所以我们的确是要在平常啊加强这个不迷不取不动的能量啊，这点是很重要啊。好，我们看子午，名声世界及藏性。这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明啊，当我们依止内在的生根去攀岩外在的促成，而产生一个身体的一个了别功能，叫做生死。当然生死的了别是刹那刹那生灭，它事相是生灭的，但是它的本性却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相妄性真，就讲这个道理。我们不要被相状所迷惑啊，一定要安住在它的体性，你才能够不乱动的啊。我们看经文，阿难，又如所明，身处为眼，身以身视，此事为父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这个地方总标啊，三界啊，就是根尘是三界了哈。那么佛陀招呼阿难说呢，又如你阿难呐、啊，过去所能明了的道理说啊，说是我们依止内在的生根来碰撞外在的促成，那么这个根尘的因缘作用呢，就产生一个现前的一个明了身世，我们感受到一种冷热色滑的一个感受。那当然这个地方的所观境是身世了啊。那其实佛陀在这个道理已经讲很清楚的，就是身世的产生基本上是不自生也不他生，而是因缘所生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切浮尘出幻妄相啊，把这种浮尘的幻妄相的升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但是呢，我们业障凡夫啊，有需要再详细的开显，让他更加明白啊。佛陀就说了，那么这个身世到底是从哪里而来？你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对身体那种对那个接触的一种感受跟了别呢？那么佛陀是用假设的方式，就是假设这个身世它不是因缘所生，它是有自信的，有自信的话呢，它就一定有一个来的处所啊。假设我们说是它是生根所生，从生根而来，那么它就应该以生根来探透它的界限，生根到哪里它就应该根到哪里，它以生根为界限。或者说是以外在的促成所生，那么就以外在的促成为它的一个根本，以它为界限啊，提出两个问，那么来带动整部这段经文的一个总标。我们看它的一个别释，佛陀要告诉我们去观察，其实这种身世的了别的妄相啊，相状是有，但是它体性是空的，妄相无体的啊。先看第一段，阿难，若应身身，必无合离二觉观言，身何所思？这一段是说明啊，它不是自身啊，不是身根所生。说假若这个身世是有自信的，而这个自信呢，是从这个身根所生，这个身世啊，是从身根所生。那么这样子就有问题了。事实上的情况啊，如果没有这种合离两种的触眼，什么叫合呢？就是冷热色滑跟我们身体相合，离就是冷热色滑的因缘跟身体相分离。
那么身为一个促成，如果没有跟我们做一种合理的一种作用呢，来当作我们一种生根的一个所观的一个境，那么我们的身世怎么能够升起了别作用呢？没有这种忍热摄法这种合理的促成的这个作用来产生我们生根的觉观，我们又怎么能够产生身世呢？这个是不合实际道理的啊。所以说身世是从生根所生，这个是不能建立的啊，不是自生。我们再看第二段，非他生啊，若应畜生必无如生，谁有非生之何理则？说是这个身世是单独从畜生所生，但实际上假设没有我们生根的这种取尽明了的作用，那么世界上又有谁能够不需要生根的明了而能够去了别外在畜生这个合理状态呢？你说这阵风吹过来很冷，你连身体都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很冷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生根在这个地方，然后有风吹跟你的身体一接触，你才感觉到很冷嘛。所以没有生根的起境明了，光有畜尘是不能构成这个身世的，这个从实际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出来的。所以他也不能生。我们看共生，阿难，物不处之，生之有处，知生即处，知处即生，即处非生，即生非处，生处二相，言无处所，合生即为生自体性，离生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迎合力，中不复力，内外性空，则如是生，从谁立界？这段经文有点难，有点深啊，诸位要好好的听啊。这一段呢是破这个根尘共生，那么它破呢是两段，第一段呢先说明了这个所生的事啊是没有间代的，所生的事是没有间代啊。那么我们看什么叫没有间代呢？你往下看就知道了啊。我说阿难，物不处之，生之有处，这是第一段的一个总标。说物外在的物质是不能离开身体啊而有处置的功能，单单只有外境不能构成处置，必须假借这个外境跟生根的两种的作用才能产生处置。这个段经文先把处置做个基本定义，说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冷，感觉到热呢？必须有两个法交互作用，不能一个也不可以，也不可以有三个，三个也不行，就是根尘是只能够有两个，要么根尘，要么根是，不能有三个，也不是有一个，只有两个啊。所以处置的作用是两个法的交互作用啊，这一点先把它按定啊，这一下就说明正是破、根尘共生的道理。说知生即处，知处即生。首先我们把这个知这个字抓出来，这个知呢就是身世，是我们身体对冷热摄法一种了别功能啊，叫做知。那当我们的身，先看第一段哈，知生即处，当我们的身世去了别生根的时候啊，这了别的功能呢是由畜尘所生。反过来，当我们的身是去了别畜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了别的功能呢却是由生根所生。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身体在这个地方，你身体当中有一个事的了别，你现在注意你的身体会感到冷感到热，你那个信息从哪里来？一定从外境来嘛。你感到我很冷，
你一定注意到有风吹嘛。所以知身即处，你能够知道你身体的冷热，一定是假借外层的因缘。反过来，你要看外面的风大不大，你要知道外境怎么样，你从你的身体啊，知处即身啊，你要知道这个外境到底是外面的空气怎么样，你一定是从身体的感受去判断。所以说呢，当我们是了知身的时候，我们是由触来引发的；当我们去 了知外境的触的时候呢，是由身根来引发的。所以这个我们不可能是跟这个身跟触同时作用，不可能。你要么跟身根在一起，要么跟触在一起。所以做一个总结了，即处非身，即身非处。假设我们身世的了别是由处身所生，那么就不能兼带身根。你去注意风，你就不可能注意身体；你去注意 你的身体的感冷暖，你就不可能注意外面的风，这很正常。所以即身非处啊，你去注意你的身体的时候啊，你的了别是去注意身根的时候，就不能兼带处。这第一段，也就是说，你说事是根尘所生，但事实上事它在产生作用的时候，它不能跟根尘共同存在，它要么跟根活动，要么跟尘活动。那根尘都不可能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怎么共生呢？它不兼带嘛。事要么跟根活动，要么跟尘活动，它不可能跟同时跟根跟尘活动。所以说呢，它既然不可能兼带的跟根尘活动，他们两个就不可能在一起，不可能在一起，当然不可能共生。它道理是这样子啊，所以即身非处，即处非身。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叫人生无决定。就是说呢，人生的根尘其实他自己的体性啊都不决定，你自己体性都不决定，怎么能够共生呢？啊，我们看说是身处二相，缘无处所，这是一个总标。就是说呢，内在的身根跟外在的处所，所谓的内外的处所根本就不决定。怎么说呢？这一下说明说是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德相。说是身为一个处尘，说外面的冷风热风，这个冷风热风本来是外境吧，但是当它跟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当风吹到你身体的时候，感到冷的感觉，那个外境的冷跟你身体的那个明了已经结成一体的，我们内外已经分不清楚。所以当触跟根结合的时候，已经合为一体，没有内外的分别。只有当这个触风离开的身体的时候，回归到虚空，这个时候又回归到外在的事项。所以它有时候是跟我们一体，有时候分成内外。所以说呢，内在的生根跟外在的触尘处所根本就不决定。身为一个人生的内外处所不决定，怎么能够产生一个中间的身世呢？你自己的处所都不决定啊，所以中银合理啊，怎么能够产生中间的身世呢？啊，那既然中间的身世产生不起来，那么你这个内根外尘也就了不可得。那么我们的身世将以谁为界呢？既然内外性空，那么你这个世又由内外所生，内外本身的处所也不决定，那你当然不可能升起。就算你升起，你也不可能以谁为界，因为你这个连是人生的内根跟外处啊，人生的这两个东西啊，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处所啊。所以这个从两段来破啊，两段来破啊。我们看总结。是故当知，身处为缘，身生世界，三处都无，则身一处，即身界三，本分因缘非自然性。
所以我们从前面知道啊，我们这个身体的感受啊，基本上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呢，那么它的确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啊。身处为缘，身正世界是讲因缘即假，但是三处多无呢，讲的因缘性空。虽然它有它的作用，但是它没有真实不变的体性，它的体性是空寂的。那么他们三个都是非因缘非自然的一个中道的实相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处啊，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来看啊，看这个提婆达多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提婆达多呢，佛陀在讲到他这个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啊，我们看阿含经的描述啊，阿含经的小乘经典啊，讲提婆达多这个人啊是大恶人。他五逆罪犯了三个逆罪，第一个杀阿罗汉，第二个出佛身血，第三个破和合神。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提婆达多等于是今生呢就现身堕入阿鼻地狱当中。当然阿含经它是一个小乘的思想，讲业感缘起，它是从外在的事项来论断这个人。但是你看大乘经典的态度就不一样，你特别是法华经，法华经那个提婆达多品啊，他讲到这个提婆达多啊，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曾经有一生做大国王，那么他想要学大乘法门，所以他放弃的国王呢，到深山去找到一个阿斯陀仙人，那么向他礼拜，做他的侍者。结果阿斯陀仙人把他的法华经的妙理啊传给这个国王，而这个阿斯陀仙人是谁呢？正是提婆达多。所以提婆达多曾经做过释迦牟尼佛教导他修学法华经的一个老师，这第一点。第二点，在法华经讲到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啊，提婆达多不但做过他的老师，还做过释迦牟尼佛真上的善知识，他示现很多恶逆的因缘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快速的成长。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啊，我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成就六波罗蜜、四无所畏、十八不共，完全是提婆达多的帮助。因为菩萨道啊，在经典上说啊，菩萨道只要到初地以上啊，魔王都不敢动他，连动都不敢。那魔王不敢动他的话，全世界没有逆境啊。所以初地以上菩萨的那些恶因缘，都是那些高手来示现，大权示现。我问你，你到了初地菩萨，谁敢动你啊？初禅以上魔王都不敢动你，只有在异界殿的时候，魔王还敢去干扰你。所以菩萨到的后面的时候，都必须要另外一个菩萨来示现，来帮助他增上。那么提婆达多呢，他正是扮演释迦牟尼佛增上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提婆达多从我们从大乘的了义经来看小乘的经典呢、啊，把它汇通啊，也就是说提婆达多整个过程是一大悲心来造罪业，然后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增上。所以在经典上说啊，说这个佛陀派阿难尊者啊去地狱去拜访提婆达多，那么阿难尊者就问提婆达多说啊，说你老人家在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刀伤油锅，很苦恼啊。提婆达多说，我在这里的感受啊，就像三产的快乐一样。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跟我们本经的道理有接近了，就是我们这一念生是啊，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即假是什么意思啊？即假的意思就是说啊，差别性。你看这么多地狱的众生，几千个几万个众生啊，同时跑到刀伤油锅去，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这个人感觉到很痛苦，这个人痛苦一点点。提婆达多他的身体跑到刀伤油锅去，他的身心呢、啊、清凉快乐。你说这个刀伤油锅有没有自信？当然没有自信嘛，行业发现嘛。比方说我们现在台湾大家出了太阳，我们台湾2000万人全部去晒太阳。
同一个太阳照射到我们的身体，没有两个人感受是完全一样，两千万人每一个人感受通通不一样。这个就是极假。为什么假？因为它产生的作用不同。如果真实的话，每一个人应该相同，那太阳是真实的，感受也真实的，那应该大家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牵涉到因缘的问题啊。所以诸法因缘生，既然也牵涉到一种因缘，那就不能有自信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体会看看啊，就即空即假即中。我们透过对外境的即空即假即中，我们就会透过这个三观啊，从四相啊，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离体，而安住在不生不灭的首楞严王三昧破障啊。所以我们的心接触外境的时候，一定要修三观，才能够会思入理，才能够会思入理的啊。好，我们看第六段啊。子六，明异世界及藏性。这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依止内在的意根来攀岩外在的法尘，而产生一个现前的明了事，叫做意识。那么这个意识的作用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它的体系呢，却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真如佛性啊。看经文，阿难，又如所明，一法为缘生离意识，此事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佛陀说：“阿难，又如你过去啊所能够明白的这种唯识的道理啊，我经常讲一个观念说啊，我们依止这个意根来攀岩法尘，那么这两种因缘的相互的作用呢，而产生一个现前的明了分别的意识出来。那当然，这个地方。”也就说明的我们对于整个啊法尘的了别啊，这个意识是因缘所生的，它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生啊。那么此事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还是因法所生，以法为界啊？首先我们也是一种相反的论证啊，就假设这个意识是有真实性的，有真实性它一定有一个来的处所，假设它是因意根所生，以意根来当作根本，或者是由法尘所生，以法尘为根本呢？啊，提出两个问题。好，我们看佛陀的后面的回答。阿难，若因意生，则如意中必有所思，花明如意；若无前法，亦亦无所生。离言无形，是将何用？啊，这第一段，他回答有两段，我们先讲第一段哈。佛陀说啊，阿难，假设这个意识是由意根所生，换句话说呢，这个意识呢是不需要经过法尘的刺激就能够升起了别作用，那这样子呢就有问题了。佛陀说啊，在你的意根的明了当中啊，那么你的意根一定要有一个所思言的境界，才能够去发明你的意识了别作用，这才合理的啊。意根它必须有一个所对的法尘，才能够产生了知嘛。比如说我的心要攀缘佛像，我的心才能够产生信心嘛，意识的第六意识产生信心的作用嘛。你说我信心哪里来？你说我不要看佛像就产生信心，不可能嘛。你一定有一个所缘境才能够产生一个新的作用嘛。然后我看到他就很欢喜，那你为什么会欢喜呢？因为你跟他很有缘嘛。你说我看到这个五欲的境界，我起升起贪欲的烦恼，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如意中必有所思，在意根当中一定有一个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才能够产生意识的活动。你说我心里面本来无一物，那你的心是不能活动，那你的心安住在如的境界不可能，你是不能活动。是的活动必须在意根当中有一个所思虑的境界，
才能够去触动你的意识。好，假若没有这个法尘的当作所缘境呢，那么我们这个连人思维的一根都不能生。这个地方的一根就是，假设我们没有法尘当所缘境，连人思维了别的一根都不能生。所以一根离开了所缘的法尘，根本就没有形象，没有作用。连一根都不能生，何况是事怎么生起呢？就算你事生起，没有法尘，你事又能够生起什么作用呢？所以你说啊，意识是由一根所生，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你缺乏了法尘的所缘境，你连一根都不能生，何况是意识啊？所以这个是自证是不合理的啊。这第一段，我们看第二段，又如是心，以诸思量皆了别性，为同为异。这个地方是讲同异的差别哈。这是第二个破啊，说假又则你的第六意识跟诸思量，这个思量当然讲一根了、啊、哈，一根就是恒审思量嘛哈。那么恒审思量跟它的了别性哈，恒审思量了别性讲第七意识讲一根哈，这个四心是讲第六意识哈。说是一根创造的意识，那么这两种的了别性呢，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啊？第七意识把第六意识创造出来，那么这两个到底是相同，像是不同啊？这提出这个问啊。同意即意，因何所生？说第七意识的一根把第六意识创造出来，那这两个是相同的嘛？相同的话，你怎么说它所生呢？既然是相同，就没有人生所生的差别，两个完全相同，那谁生谁呢？所以因何所生就构不成所谓的人生所生的问题了。所以这个相同是不合道理的啊。再看不同啊，意义不同，因无所事，若无所事，因何意生？若有所事，因何思义？唯同以义，恶性无成，借因何立？说是意义不同，说是第七意识的一根把第六意识创造出来，创造出来以后，这两个了别性却完全不同。那这样子表示什么呢？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因无所事。这表示这两个事啊，根本没有了别的作用，完全是个物质。为什么呢？因为第七意识把第六创造出来，这创造两个却完全不同。就好像说父亲生起儿子，父子两个完全不相应，那是不合道理。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两个 完全是物质才有可能。如果是心法的话，你父亲创造儿子，这两个一定要有点相类似嘛、啊、所以完全不同呢，就表示了这两个都没有明了性、啊、既然若无所事，因何异生呢？既然是一个物质没有了别性，那又怎么能够说一根升起意识呢？啊，这是第一点。若有所事，因何思义？啊，说是假设第七意识把第六意识创造出来，而两个都还有了别性，那么因何思义？那么我们又怎么去区分这是第六意识的了别性，这是第七意识的了别性呢？也没办法区分的啊。所以总结啊，唯同以异，恶性无成啊。所以不管是相同，不管是不同啊，这两种体性呢、啊、都没办法建立，怎么能够说是啊异根去升起意识呢？这样的界是不能建立起来啊。所以单单是从啊这个异根来升起意识是不合理的。我们再看非因法生啊，不是他生。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如观色法即诸身法、相法、味法及触法，
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一所摄。第一段先做一个总标了，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意识啊，是完全是由内在的法尘所生，跟意根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必须把这个法尘啊，跟外面的五尘啊，内法尘跟外五尘啊，做一个区别。说是世间上呢，一切的诸法不离开五尘。啊，我们看世间上啊，这一切的法都是色身香味触嘛，五尘嘛，啊。那么，如观色法啊，你仔细的观察色法，还有身法、香法、味法及触法。那么以上的五尘呢，它的相状呢是非常的清楚分明，那么来相对于五根啊，来产生了别性。但是这个外五尘呢，其实不是意根所受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第六意识在看到这个外境的时候啊，我们是看到自己的法尘。比如说，比方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莲花的灯光啊，你第六意识在了别的时候啊，是眼睛去攀岩这个外境，但是你真正受用的是你心中的法尘。你一定要把它取到这个莲花，然后落到你的心中，你才可以攀岩。你攀岩不到外在的法尘，不可能。你是把它取进来，然后放到你的心中，再去攀岩，要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第六意识是不能直接攀岩外境的，一定要把外境拿到以后，然后丢到心中去，变成一个落泄的影像，你才可以攀岩。所以这个地方说是这个外五尘呢是非意所受摄啊，我们只能够攀岩内心的法尘啊。好，先把这个观念按定啊。如是决定意义法身，如今地观法法合状，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意指诸相终无所得，生者色空诸法等生，灭者色空诸法等灭，所因即无，因生有事，作何形象？相状不有，皆因得生。这个地方正式的破啊，第六意识啊是法尘所生的道理。说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假设是决定依法尘所生，那你应该要仔细的观察法法合状。第一个法是指的是内法尘，第二个法是指外在的五尘。你应该去观察内法尘跟外在的五尘啊，这两个之间有什么相互的关系。好，这些佛陀就叫我们观察了，说啊，事实上离开了外在的色空的色尘啊，我们因为有色空的对比产生色尘嘛，有动静的相互作用产生音声嘛，有通塞的作用产生相尘，乃至于由身体的合离产生触尘。而当我们的法尘啊，这种生灭的法尘啊，离开的前面五尘呢，终无所得。所以这个地方的生灭啊，它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经文啊，是生灭业此诸相终无所得，就是说啊，身为内法尘的这种生灭相啊，假设离开的前面五尘的作用啊，你就得不到影像，因为你这个法尘啊，它正是外在的五尘的一个落泄的影像，所以离开了外在的五尘，你根本没有内在的法尘。所以说呢，生者色空诸法等生，灭者色空诸法等灭啊。当法尘升起的时候，你外在的五尘就有；但法尘消失的时候，外在的色空的诸法也消灭。那么这个地方得到一个结论呢、啊，所因即无，说你人生的法尘你都要随着外在的五尘而生灭，那可见呢，你人生的法尘根本没有自信嘛。那么因生有事作何形象啊，就说你人生的法尘尚且没有真实独立的体性，那么你依止这个法尘所生的第六意识又有什么相状可得呢？啊，第六意识由法尘所生，身为一个人生的法尘，
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都要受外在的五尘影响，他生你就生，他灭你就灭啊。所以说啊，这个人生的法尘既然是没有自信，所生的事也就没有自信啊。那么所生的性既然没有自信，戒因何生？那第六意识又怎么能安立这个戒呢？啊，所以这个说是第六意识啊，完全是法尘所生啊，是不合道理的。好，看总结。是故当知，一法为眼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则意以法即意界三，本分一眼非自然性。好，所以我们得到几节结论了。我们遇到外境的刺激的时候，产生一个意识的分别啊。其实这个意识的分别，它是因缘及假，有它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啊。但是它的体系呢，是延伸无限当体即空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意识界啊，基本上是非因缘非自然的，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这个第六意识啊，在整个我们的八识当中的作用啊，可以说是最强烈最重要，动身法以毒为罪啊，盈满能遭业力牵啊。我们学过唯识的人都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的快乐跟痛苦的感受啊，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业力，第二个就是你的思想。但是业力的影响是短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某一个事情，我们第一刹那的感受，那真的是业力，那真的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你看到他你就不喜欢，看到这件事情你就痛苦，这个是你跑不掉的，这一部分你跑不掉的。但是等到第二念你的了别名言分别升起的时候，这跟业力都没有关系的。所以楞严经讲啊，我们射到第一支箭，中第一支箭了、啊，那是业力，那第一你跑不掉。但是第二支箭射进来的时候，那跟你的思想有关系。你做的是一个正面的思考，还是负面的思考？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杯子，一个500cc 的杯子，里面装半杯的柳橙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到它，你有什么样的思想？你产生什么思想？有两种人啊，第一种是哎呦太好了，这个柳橙汁还有半杯可以用，他看到的是柳橙汁这一部分，所以他看到以后欢喜一整天。这种人生命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快乐当中，因为他的思想会主导他的感受。我们讲过，我们第一刹那是业力，第二刹那以后就思想主导。有一种人是看到半杯柳橙汁呢，他不看柳橙汁，他看到那个吃掉的空的部分，他说啊糟糕，柳橙汁被吃掉一半，产生负面的思考。这个人生命当中痛苦的时间非常的长，不管他福报多大。所以我们在思考事情，你产生正面的思考跟负面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从唯识的角度说啊，某一个人跟某一个事啊，他是无自信的，他到底是在伤害你还是在帮助你，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认为这个人只是你的善知识，他就扮演善知识的角色。你经常产生负面的思考，这个人一天到晚障碍我，他果然障碍你，他一定障碍你的，他绝对障碍你，他一辈子障碍你。这其实这跟业力没有关系。我们一般人说我这个业障很重，其实这跟你的业障没有关系，那是你思想错误，思想错误跟业障没有关系啊。这个观念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好，休息10分钟。行行。